当大学生遇到成功学大师。您好，我是来面试的。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嗯，先交一下培训费。怎么还交钱呢？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，他知道今天的钱只是零花钱，把这个钱花完了，马上征服的是整个世界。听懂掌声。我现在就交。哎，那我要是以后不想干了，这钱能退回吗？不能。那我不成冤枉钱了吗？花过多少冤枉钱，证明你有多大的气度。冤枉钱都花2亿，那将来办实事的时候，拿个10亿不就是谈笑间吗？听懂掌声。交钱，我现在立马就入职。老板，我现在要干什么？职场就像战场，充满挑战，你要学会冒险闯关。啊，这个我懂，我一直玩的次神光之觉醒，就需要冒险闯关。哦。挂机战斗就能自动升级，一觉睡醒战力直接翻倍。5亿的战力没少充吧？谁充钱了？这游戏爆率高，升级超快，挂机获得的钻石直接抽卡，召唤次数越多，池子等级越高。我随便一抽就抽到了神级装备，快看我这个飓风，5%伤害，那让敌人灰飞烟灭，不就是谈笑间吗？必须的，我还建立了自己的工会，签到就能在工会科技里提升战力 ，ID 放评论区了，让我们一起征服世界。老板，他就不干了，送他100万。背叛我的人，我都给他100万，那将来忠诚于我的人就是10亿了，听懂？老板，我绝对忠诚于你。咱们一个月工资多少？2000。如果别人那里工资都是2000，而你这里工资是3000，那么全世界的人都会来为你工作。明天你就是世界500强，听懂掌声。举一反三，现在就到工位上去，重点培养。我是不是人才，老板？你的能量得引爆全公司，那才叫人才。不能引爆公司的领导人员，现在咱们公司大部分人啊，都只能称之为人员。